我想再把家分了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鹏鹏，也是给鸡带活的。哎，鹏鹏，说正确的，说话严谨的，给鸡带脚活儿。都是男的去给鸡带脚活儿了。我姓李，带活儿啊。带活儿了，俺头戴上。要严谨点。在这儿。那分明是在家的鸡。哦，走。鸡蛋。嗯。你看，试试。开始带吧。咱都从这边带吧。牛吧，牛吧，牛。我和牛，你俩还得。带这一辆都带了。走。这多少号姐妹？三十六号，走吧。来，来。嗯，咋了？他把俺先想来着呗。咱几个赶快的把这带外这，下午一点在奥康里转上，赶快把这给整整来。哦。赶快带，今儿不少嘞。这上明天直播的时候，你也去学学来了，一般。别太胖，别胖你。别太胖，好，没事。对。上了，主要你小小一点，帮着谁家？啊，就当是一家之主嘞。啊。啊，学学上链接，正好啊，这个后台的人都来了，看看。新闻房的人都来了，学学吧。那咱商量个事吧，咱商量啥呢？说吧。你看，那正午没做完嘞，七月都七月了，七月正午啊。哎。好摆了呗。那都把那西屋收拾好了，先弄完木来打摆了，都收拾好了，住完这都住完这吧。就我住前屋。哎呀，没啥正经的。住正午。都收拾好了，上哪去住？上还有个事跟你商量商量。还有啥事嘞？你看，我也不小了，现在没有有孩子了，压力也不小，家里也有了。有点是。家里压力也不小，都在俺身上。我想再把家分了吧，分了你压力还小点，我精神也大了，慢慢也大了，还得上学得了。这又提分家了耶？分啥还分？不分。是精神以前比以前大了。你看咱那个地也收拾好了，家里没有点劲儿，没有点猪都开始整来了。俺小日子了一天天比过得好了，俺这时候能给你分家，俺不给你分，分啥分？不分了，分啥家呀？然后养鸡的养猪的手里攒的钱啊，到时候给你结婚用。那可不能把我结婚压力压的是哪样？哎呀，人家别人都说长嫂如母嘞，那压啥压不压？你看，树大分叉，二大分家，分了吧。哎呀，你别那样再给我说了，你再这样给我说分家，我都给你弄了，我都不高兴你了哦。那嫂，你考虑考虑吧。考虑啥呀？考虑？不考虑，不考虑。不要提回家来，等我你娶了媳妇儿，等我把我任务完成了，再说回家的事儿吧。